林真的这张图，我每次看到都是神颜暴击，现在超级为这种贵气倾城姐姐打着迷。五官平平方圆脸，只要能仿到一点，都能让颜值上一个台阶。今天用的是麦西家的新品去光瓶粉底液，粉质非常细腻，上脸跟精华似的，触感很不一样，很容易大面积推开，会有跟皮肤融为一体的感觉。在鼻翼、嘴角这种容易卡粉的地方都刮得很牢，只有一层，你上的暗沉小痘印都被遮得七七八八。一般这么水润的遮瑕度都不咋好，这种水润和遮瑕都在线的真的很难得。轻薄然后又不压皮肤质感，可以让你精准原相机的拍摄，不管用什么手法都能打出这种微光泽贵妇肌，随便简单几步上妆都是精致贵气的感觉。万种修容，一条形状一调，棱角分明。先印眼睛，再印眼妆，最后才是鼻头，再来个杏仁型打底。这个眉毛呢，是颜色比较浓郁的一点，偏灰棕调。眉头中的刷子竖起来。搞定眉毛之后，整个五官都往上走的感觉，全是标准我的唇色。虽然光线看看，就是皮肤保养得很好那种状态，干干净净又特别清透。出发看法，这完全没有补妆，法令纹啊、眼下没有卡粉、倒拔干，依旧水润又服帖，光泽感也超在线。